龙哥，你看这龙哥来给你带水来了啊！两个龙哥，他给你带点水来，你看到没？看到没有？上上上上！水就是财，水就是财嘛！马来西亚的龙哥漂洋过海来龙哥来了，哎呀，他们到了，来，我们一起去迎接一下。大哥，我放鞭炮了啊！下大雨，哎呀！哎，两个人一个人放鞭，哎呦，我怕啊！好不好？百花，快走开！你等一下，那个豹子，豹子，哎呦！你看那大家一起去坐啊！龙哥，哎，你呀，终于见到龙哥了啊！龙哥是我的大恩人，没有了啊，帮助过我家的。龙哥，你是坐飞机过来的还是坐轮船？坐飞机啊！啊，坐飞机啊！坐飞机坐几个小时？四个小时。呀，四个小时啊，挺辛苦的。所以说漂洋过海，那到这边真的是不容易啊！感谢龙哥。哎呀，你们马来西亚那边的天气跟这边的气候怎么样？不一样，我们那边是有三十多度。三十多度啊！感谢龙哥去年对爱国家里的资助。是。所以说，要没有龙哥，就没有我们的今天。不可以这样说。是啊，是啊。这是大家的力量，这份恩情永远都是在我们。大功都是海哥嘛。我们这份恩情不知道怎么去还了。所以说我们还要加倍的努力啊，要珍惜这份情谊，这份真情永远都在我们心里。龙哥，你先坐一下啊，我去厨房里面去帮一下忙，马上我们就准备吃饭啊。如果你这喝茶啊，喝茶喝茶啊，啊吃啊，这花生都是自己种的。这花生我自己种的，那个板栗也是我自己种的。我师傅来了，哎，我接到我师傅啊啊，龙哥你坐啊，我师傅来了，哎，我接我师傅。哎呀，我师傅来了！师傅，哎呀，终于把我师傅盼过来了！师傅，啊，还有谁看到啊？我看到小朱，我是小朱，啊，小朱兄弟啊，你好你好你好，嫂子，哎，终于把我师傅盼回来了哈，盼到我师傅来了，第一次见本人，啊，来来来，谁说的啊？啊，到家里面坐啊，好嘞，好嘞，阿哥，到家里面坐啊，不用放我，来要，这师傅没师傅这个。哎呀，花水了！哇，真的还有字的，哎是啊，特地叫人家拍摄。哎呀，哎呀，够亮，这帽子漂亮，特制的，是啊，特制的。我戴应该像个小老头，不会的，太帅了，我师傅。来来来，走走走走走，来来一起啊，小钟来来，大家来坐啊，
龙哥不容易，龙哥上次本来早就应该来的，结果呢？来，小钟。因为他身体不适，来来来，估计是水土不服啊。我的天啊，哥！因为你好久，就是三年疫情，你没有来过中国。没有，我每年一趟都来一趟。啊，就是三年，这三年里面没有来过，就是三年，再回到祖国，就那个了。就有点水土不服了，想不到今天在二哥这里，他毅然如约来到这里。是啊，我也是第一次见到龙哥。其实龙哥对你很熟悉。是啊，对他很熟悉。我从你打这个视频从开始到现在，我看到了，真的，你是他的大恩人。我没有，真的佩服你。没有你们，没有你们，这是大家的力量。没有你们的帮助，他可能也是啊。第一，我看这个视频，我是看那个人的关系。看你的关系，我来赞助他。你的人品不好，我没有可能会赞助他。赞助你的人品太棒。是是是是，谢谢龙哥。你的贡献太大了。没有，我们微不足道，都是你们，都是你们的力量。白不大厉害。因为新加坡的那个陈哥啊，刚刚走。我知道。昨天下午4点走的，你就是，按照你的时间应该是7点到那里的，所以我们昨天什么都安排好了，结果那个龙哥。三句不离本行，太难的了。所以是心里永远都记住。说到龙哥，就是龙哥，我也不知道你跟马来西亚的龙哥认识。我认识很久了。然后你昨天把他接在南昌了，也是代表了是吧一份心意。我当时就不知道，我没有收到你们电话通知，所以我就还在这边安排了这个那个不。动员了所有人，结果不是我跟他说，我以后要接，我说我侄子要去接好哥，又下了东城那边又饿，早上5点就起床了，怎么5点起床？我是厦门有一个宴会嘛。两位龙哥都非常帅，两位龙哥都帅，一个来自马来西亚，一位来自我们中国安徽。陆上水煮，来，湖南的那位兄弟，我就当你是湖南的。来，小猪，小猪，啊，吃饭，龙哥，喝点我们这边的杨梅酒不？搞一点不？对，这边产杨梅的。哎，杨梅酒啊。来来来，我们也吃饭哦，坐起来哦。过了，搞一杯。好，谢谢，好，过了。来，龙哥要搞一点，这杯杨梅酒。我师傅也可以搞一点吧。不了。来，龙。谢谢。我。要不今天你破戒？我不破戒。龙哥，搞一点这个杨梅酒。好了。啊？你们俩。你开车，他开车就可以了嘛。我也开车。搞。你喝白了，好，有，你爱人不搞点？他有高血压。来，龙哥搞一点吧。又来，这是跟龙哥杠上了吧？媳妇，你就陪好下面那一桌啊。好的。上面那这一桌我交给我啊，我来陪好我师傅跟龙哥。那你就喝点酒吧。我不喝，我以茶代酒，来，我们一起。来，见一下龙哥。来，龙哥。欢迎龙哥。好，欢迎龙哥。好，我师傅。来。
来来来，百货，来来来，我等姐夫，没法来，来我大家一起，妈妈，谢谢，来，哎，一起啊，嗯，不客气。